我们西港国际航海中心在2024年引进了英国 RS 帆船。我们目前在服贸会展出的这五款帆船呢，都是基于原有的这个英国 RS 帆船系列呢进行的全新的迭代升级。也是一个竞赛的船型。我们的这个帆船的这个承重呢，是从30公斤到70公斤，是单人的乘来这个驾驶的。那是适用于孩子们的入门的训练和日常的航海体验。这一款 RS Aero 的船型呢，是基于 Terra 的一个进阶的版本，然后呢能够满足于单人的这个竞赛和训练。这几款帆船呢，它是具有了更多人性化的设计，像是这个船体的这个帆兜啊，和我们的这个船体的排水，包括我们的船体的材质更加的坚固耐用。然后我们更多的这个安全的这个设施装备的这个更新换代呢，也能够保证水手们在航行中的安全。然后我们的更多的船型引入到中国呢，也是希望能够推动我们在国内的这个航海运动的发展，也希望更多的家庭呢参与到这个帆船运动中来。